法轮修炼大法，又称法轮功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真、善、忍为根本指导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。法轮大法直指人心，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、善、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，叫修心性。心性是什么？心性包括德，德是一种物质，包括人，包括物，包括舍，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，各种执着心，还得能吃苦等等，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。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，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，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。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，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。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，动作简单易学，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，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，净化身体。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，那就既要修又要练，修在先，练在后。不修心性，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，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。法轮大法圆融明慧，动作简练，大道至简至易，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，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。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。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，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，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，对稳定社会、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，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，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。